以后就叫花果山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太开心了。这看来确实啊，这个因为得知这个夺冠的消息太早，导致这几兄弟好像表现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啊。仔细想想，现在哎，不是不兴奋吧？我觉得这个赶紧看看手机，有没有恭喜咱们，有没有夸自己的啊？然后我必须寒暄两句。那现在各位观众朋友就应该在弹幕上打出什么了？打出 China Number One，NBA Number One， 恭喜，圆满啊！虽然说我已经提前五局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啊，但是我还是要表现出来很兴奋的样子。但很遗憾啊，我们俩在这局比赛开始之前，绝对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束，一个吃。